各位同仁，各位媒体的朋友，今天我们中国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里达成了合作的协议，我相信我们为台湾的政治史上缔造了一个新的记录。这个合作能够使得双方在未来的选举跟其他方面呢都能够相互帮忙，我相信对于台湾，对我们这两个党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。我们会依据我们合作的协议全力以赴，谢谢大家。在这几天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，不管这个结果如何，谁胜谁负，我们共同携手合作。今天大概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，至于结果怎么样还要靠大家一起努力。